好，现在过来的是凤岗莺歌队，这个锣比较有特色，海螺，来一波，来一波。这个还是很难打开的，这个两边的人还是比较多，所以比较难以打开。我正好站在两个的车子的中间，所以这个位置还比较好。这是凤岗莺歌队，你看看，大家都在往中间跑，干嘛呢？这个就很麻烦了。慢慢莺歌也非常帅气，他动作幅度比较大。凤岗莺歌队，你们今天队伍有多少人啊？嗯，你们今天队伍有多少人？什么？有多少人今天？差不多20000吧。不是，你们这个莺歌队就
不是，就你们凤岗英歌队。一百多。多少？那个跳的人有多少啊？跳的有80。80人哦。好，他们又要开始了。Thank you.